combined forces from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.S. Amazing. Military. Hello，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度假的重点了，在我背后这一栋就是我们这次包栋的整栋的 villa， 它的环境非常的棒，我们订了这个四个房间的，可以睡大概13、14个人那边。那现在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，这里是我们的超大的餐厅，还有客厅，然后三面采光，它这边背墙、正墙，还有侧墙。说真的，这间，这在台湾应该超贵的吧？这边包栋，差不多肯定一半的价格而已。来一个旋转楼梯上来。这里有一个玄关，还有小孩游戏区，内砍砍。这看出去远景，那边是山，然后那边是海，超大。我们晚上住的合适。包栋的，在冲绳包栋的。你要去玩水了？对啊，你要玩吗？我也要去。你要下水吗？我可以在那里。然后我们员工有一个带的，这是什么球啊？浮球。你要去潜水啊？去。这是自由潜水爱好者，然后带这个东西。最漂亮的是这里，它有自己一个超大的草皮。你看，我现在一直走。还没结束，到这里，这整个都是一栋，一个晚上才，我记得10000多吧，绝对比我们肯定便宜很多。重点来了，请看看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就在民宿旁边，有没有？有一个。连接我们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台阶，走上来，等等，私人海滩，各位观众，有笑无？私人海滩。到处你要怎么拍都怎么拍，美吗？一个晚上15000而已，便宜。我们就三位勇士已经冲进去啦，一片蓝天。OK。这种的不新鲜的，你再怎么加工腌把它爆腌也不好吃。干杯！
吃。就是喝一个晚上，喝一个晚上就把战力用完。因为喝的太夸张，然后我。然后我第二天我还午夜冲，礼拜六不是早上那个主办的安排很多活动吗？都没有人去，还好吧，对，根本就爬不起来，要不然就是宿醉，就反正礼拜六很干安静就对，礼拜六就是最。嗨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万座马，大概在好几年前我有来过一次。那其实万座马呢，就是一个天然的形成的一个石岩吧，看起来像一只那个象的鼻子这样而已。真的，五月初的冲绳，虽然说现在阳光普照，然后我没有觉得皮肤被晒得很烫，反而我觉得这种太阳阳光是舒服的，没有像那一种，我们在垦丁那一种炙热。然后说真的，五月初的冲绳其实是一个蛮适合拜访的时间，气候宜冷，然后被太阳晒啊，不会觉得热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在户外反而是舒服的，不会想说哦，我要一直躲阳光，一直躲阳光。那我就这样吧，推荐大家，如果真的要来冲绳旅游的时候，可以考虑在五月初这个时候来，但会有一个问题是，大概四五点的时候会有一点冷，所以你没办法去下海去玩，你会觉得身体会比较湿冷，会比较感觉到寒冷这样。好，其实万座卯就是走一圈而已啊，然后看一下那只卯。万座卯是什么卯？请说。谁的卯？谁的卯？我们的鼻子。什么的鼻子卯？就是人类的鼻子。人类鼻子的卯。这里的海一望无际耶，看起来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远方那个就是万座卯，看起来像一个象鼻的样子。重点是海水太清澈了吧？爸爸，这是不是柠檬？对吧？我们是说香草吗？它没有。你就改成柠檬了。觉得万座卯这里做的不错哎，就是它有一个之前来它就是一些盆子，现在棚子它现在有。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些餐厅啊、饮料、冰淇淋啊，然后你可以点一杯饮料，坐在这个可以看到海的这边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。你看，你吃冰吗？你吃什么冰啊？喂，怎么被哥哥偷换掉了？偷换掉了。哥哥很自私哦，吃到不喜欢的就去抢人家的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是他跟我换的，我们是交换吃。真的、哦？是交换吃吗？我要把我的这个等面，因为这个是我这样，要老等面，哥要这个，要这个是这个吃。很好吃吗？可吃。有。你都还没发现。你要赏我啊？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冲绳的第一木质市场，这里有卖很多新鲜的海鲜，你看还有卖鹅啊、鱼头，所以啊，这边进去，这里有一点，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，这里有一点像我们那个东港的华侨市场，也就是你可以在一楼买完海鲜去到二楼来吃，我拍给大家看，但是它很干净，这里整个市场就是地板你看很干燥，没有像那个东港市场水水的，然后这里有卖很多石原还有我这边的本土产的牛肉，然后呢这里有很多海鲜，然后主要是二楼是餐厅，二楼是餐厅。OK， 你看这里有卖很多肉类啊，也有卖很多海鲜类啊、生鲜类啊，这边都是生鲜鱼货啊，你看
好大只啊，龙虾啊，哇、wow, ，OK。那我们主要呢，就是直接上二楼吃海鲜了。不啰嗦 ，Go。现在在二楼用餐区，那一般都会在一楼买完，然后上来料理。那我们就也不会买，不会买，我们就直接这边点一点吃一吃喽。还有很传统的牛肉那个冲绳面啊，还有一些烤鱼啊、定食啊之类的。冲绳有名的，他们不叫拉面，叫琉球面，已经分食了。最有特色的是它的面不像那种拉面那么浓，清汤的感觉，然后那个很大块的猪肉。那宝宝我夹了。好。我拿你的100块哦。你要夹哪一个？好。祝你中大奖。我觉得这边好像不会夹到。哎，卡住了。有了、欸，有了，有了。不会吧？哇，没有了。太重了。共估了。这太重了。嗨嗨，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然后因为一早起来就赶车开车，然后从接近中部的地方来到南部，要在冲绳的机场准备要回台湾咯。那这里就是我们冲绳的机场，因为第一天来的时候很赶啊，没什么可以逛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回去了，提早2个小时到办理 check in 完，就准备要回航了。那看一下他们的机场，说真的，对于我们这种冲绳这么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高雄是这么大的一个城市，我们的机场的设施却这么的不如人哦，有一点觉得遗憾。那希望我们的政府啊，能赶快重视我们高雄的小港机场，让我们的小港机场啊，赶快在一些硬体啊、餐厅上面赶快加油啊！真的是国际的，不然在高雄的机场好像那个门面有没有有一点难看哦？希望政府可以多多重视。好，我们以后再见喽！今天这次的冲绳旅游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